阿弥陀经书超演义第一卷图书馆，诸位同修，今天是我们弥陀经书超演义第三次的宣讲。图书馆从今天起正式起建莲池海会，过去我们将书超曾经讲过两遍，读的当然是更多。我们对于莲池大师他老人家的德行、修学、教化都感到五体投地。这里面最重要是应当效法大师，向偶一